很好很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个屁股可以再翘一点，没关系。这样子。没有想到，太不真实了。等等，该不会……因为我会摄影的缘故，跟我不太熟的同班同学瑞鑫，居然邀请我来爱情宾馆拍角色扮演的照片，太紧张了。好的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不可以偷看，赶过去。瑞鑫居然在同一个房间里，这样子好像不太妙哎。我到底在干嘛？瑞鑫的身体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我好了，你看。好可爱哦。好看吧？好看。喵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可爱哦！下一个动作这样。好。很好很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个屁股可以再翘一点，没关系。这样子。好。下一个这样子呢？好。很好，很好。那我要看照片。好，刚刚拍的都很好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好，给你看。哇，仔仔同学，你好厉害哦。每一张都好漂亮，你以后一定会成为摄影高手的。瑞鑫同学，你浮夸了啦。但好像还少了些什么。少了什么？就是那种主人看着猫咪的感觉啊。主人看着猫咪的感觉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你说的是主观视角。那是什么啊？主观视角。就你相机给我。瑞鑫同学，你爬上来。爬上去吗？对。可是我怕我很重哎。不会的，你不用怕，上来。这样子吗？对。我要坐下去咯。好。嘿。很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很可爱。对。
再来再来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我忘记我们在爱情宾馆。这下不妙了！啊，洛基同学，你快下去，你快下去！嗯，什么东西顶到我啦？不要，洛基同学，你快下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点辛辣的话题。辛辣话题，然后就让露肩膀。辛辣话题，然后。好有发现。拿了钱跑掉，这大家算是 最常见的了，对不对？拿了钱跑路了。我片场曾经有遇过第一次了，是，那拍到一半崩溃，哇，直接哭了。导演还很有耐心的说，不然我们就直接拍结尾片好了。我说，你不要他回家吗？他说不要了，人都来了，他回家了，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不然你来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乌托邦天堂，我是你们今天的惊喜 Hugo Yuna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点辛辣的话题。辛辣话题，然后就让露肩膀。辛辣话题，然后那我想了解啊，要怎么样成为片商？条件很简单，嗯，都是钱，口袋，这是最基本。嗯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如果真的要做片商的话，一定要对这个圈子他有一定的了解，这个市场它是一个没有很成熟的市场，所以你前期的开发跟资源的投入，相对的付出的是要很多。我就讲一个比较白的，好不好？在台湾当片商，不要想着赚钱，要想着要烧多少钱这样。其实就像康哥刚刚讲的没错，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资金要到位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拍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跟人家压个票起的啊。但是拍摄我们的钱进来不会是拍完就进来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资金的压力问题其实是台湾每个 AV 的片商要面临到最大的问题。我每次去片场身上就是带了20-30万现金。后面这个每次拍，每次就是每次都拿一大叠，真的很像我们这一行，还真的很多人大家都只要拿现金。对，所以在座的观众，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资金可以来赞助我们当sponsor，欢迎干爹，欢迎干爹干妈。干哥、干弟、干姐、干妹，有这些人，那我们的女优就可以越来越多。